大家好，我是老船长，他是猪脑袋，希望啊大家都过了一个愉快平安的母亲节。当然有妈的孩子啊真的是像个宝啊，要珍惜妈妈在的时候啊，不要说只有母亲节这一天你才去看妈妈才孝顺啊，这个没有用的。每一天都是母亲节，知不知道？乱七八糟啊！那回到股票市场啊，那更是啊乱八九糟啊，不是乱七八糟啊。老船长，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呢，台北股市今年呢，2021年呢，可以说让很多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啊，跌破眼镜。哎，老船长，你怎么可以说你跌破眼镜呢？投顾老师是啊，不灭的神话，永远不可能错的。你怎么可能在节目上公然的说你也跌破眼镜？哎，我就跟你的老师 your teacher 不一样啊，你的老师是大骗子啊，我不是啊，我也不愿意做大骗子啊。好，那老船长，你讲讲看，什么事情让你跌破眼镜？啊，就是船产股。对不对？航运、钢铁涨翻天嘛，对不对？还再加上个金融股，那这些股票是过去有没有几十年哦？不是十几年哦，是几十年哦。你买进去就像买套房一样啊，就乖乖的住在里面，不要乱跑啊。哎，是哎，老船长，这结果今年怎么样？并不给哦，那我们这一种做习惯电子股的分析师也不能说我们错了，因为过去几十年都是电子股当道嘛。哎，是啊，老船长，哦，所以那我觉得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诚实以对。当然啦，你看到有很多的分析师是很恶劣的，对不对？他带会员买电子股，没有做到传产金融，就一直在节目里面骂哦，不应该做传产金融。在他骂完之后呢，传产金融啊继续狂飙大涨，可以说是三个字，害死人。因为一定有很多人看到他的节目把传产金融卖掉嘛，对不对？因为他的言论就是这个涨太多啦，不应该涨啊，啊，资金要回到电子股。你们是不是都听到这些鬼话？哎，真的耶，老船长。那我老船长那时候怎么讲？我说哈，如果你是做传产或者是金融，你赚到大钱，小弟我恭喜你。各位记不记得我说人要有品嘛？今天人家好，对不对？我们就给予祝福、道贺，而不是怎么样？哇，见不得人家好，然后诅咒人家怎样怎样？我想很多这种人，人品啊卑劣。那投顾老师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出来嘛，他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员买电子股，然后没有买到传染金融就一直骂，那甚至怎么样？这个喊两万点了，就自己先跑。那不喊传染金融，喊什么呢？哦，当 IC 设计啊，联发科所涨停的那一天，哦，先绕跑的人哦，哎，绕跑有两种，一种是全身而退哦，我们掌声鼓励。一种是输死啊，会员血流成河断头啊，然后跑掉跟人家说要做空啊，对不对？跑之前说什么好棒棒，说这个好棒棒，联发科，我告诉你们哦，你们去看 YouTube 这一天，对，就这一天我放大给你们看，这一天是联发科涨停锁，你们从电脑里去看是几天前啊，哦，比如说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前，你们去看。好，中华民国哪一个投顾分析师在这一天的节目把联发科讲到已经要涨到2000块的感觉了？你们去看节目，从他讲完以后，对不对？因为这种老师就是怎么样，看图说故事嘛，对不对？这边都不敢讲嘛，跳上来涨停锁住，直接跳涨停锁住，对不对？开盘到收盘都涨停锁住，然后就是开始怎么样胡说八道啊，说联发科怎么样又怎么样，对不对？然后怎么样，第二天很多人跑去买。是，我没有说联发科这支股票不好，我说啊，它也是台湾之光啊，
可以说是第二个护国小神山呐、啊。第一个已经倒了嘛，对不对？台积电嘛，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但很多老师他是涨的时候就怎么样出来骗，然后看涨说涨。你们只要去查这一天的节目就可以了，到底是谁把他揪出来？但我给你们挂保证啊，看他节目的人一定很多，因为通常这种装神弄鬼、胡说八道、骗人的分析师哦，他一定可以吸引很多猪脑袋，按赞的还有一大堆哦。那这些人要不要付出代价？当然要啊！你长期看节目都看到反指标，对不对？那就完蛋了嘛。哦，那请问一下哈、哦、啊，说要放空才能够赚钱，就本来喊最多的人，对不对？那今天放空可以赚钱吗？好、哦，万一空到这一只怎么办啊？这一只叫长龙啊。请问做多可不可以赚钱？可以吗？你去问国小一年级，这里做多可不可以赚钱？可以吗？涨停锁住嘛，好、哦、啊，这一段做多可不可以赚钱？可以嘛，哈、哦。啊，为什么有一种言论告诉你放空才能赚钱呢？叫睁眼说瞎话。这个在对岸中国大陆要抓去关的，应该是很严重的刑期啊，因为你扰乱金融秩序、啊。你在对岸你胡说八道，你试试看。虾米在台湾，在台湾刚好而已，你新来的、啊。对不对？人家讲台湾是犯罪的天堂，从投顾的节目就会看出来这句话，哎，纯属事实啊，绝无造假。我再问一次哈、哦，这个行情啊，上个礼拜有人预告要大跌要放空，对不对？你回答我对不对？如果你回答对的话，那你就跟他一样是猪脑袋嘛。这种事实摆在眼前的，啊，对不对？还要举例吗？这叫中钢啊。早上开盘还有低的，可不可以做多？可以啊。放空会不会赚钱？会被嘎死、啊。但是放空的老叔啊，他一定会拿跌的出来讲。哦，我现在先示范一次，他会跟你讲什么？他会跟你讲这一支啊。哦，他会跟你讲星星。哦，他不会讲联发科哦。那讲联发科六天前他说多好，对不对？就打自己的脸哦。那如果他真的有讲联发科，那真的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境界。六天前看了他怎么讲的，自己把那个 YouTube 叫出来看嘛。我常讲走过必留下痕迹啊，业障是一定要报的，不是报在你身上，报在你家人身上、啊、很多投顾老师不信的，他们觉得哪有神明啊，我胡说八道，对不对？会员收的满满爽爽的，很好啊，那你试试看嘛。有些投顾的老板也是啊，哦，你这收整家投顾公司的总业账，不要以为啊，我们就不用举例的，太多了，不胜枚举啊。哦，我不敢去说啊、哦，我可以去影响到大家啊、哦，我什么东西，我是小分析师啊，但是我有一个观念，我们把自己做好，对不对？我们自己不要去骗人。我一开始节目我就讲了，我们没有做传产这个金融股啊，对会员也是很抱歉，讲真的。但是我们会想办法从我们的电子股里面去怎么样帮我们的会员呢、啊、再赚回来。那我今天侧标写得很清楚，龟兔赛跑，我们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他其实在讲的是一只兔子啊、哦、调皮捣蛋，本来以为自己赢定。你知道在股市就有很多这一种哦，比如他现在看这个传产股在涨，他就进去当冲一下玩一下，对不对？然后追这个，如果套牢的话啊，再杀掉，再追另外一个，他的行径就很像兔子，没有错。短线有没有可能让他赚到钱？当然有啊，因为金融传产一直在涨嘛，是不是？赚到钱的机会很大。可是呢，回过头来看一段时间，他可能赚的都还不如那个怎么样买着电子股摆着的投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你去想哈、哦，现在的电子股哦，它的成交比重已经降到 40% 以下。哎，你敢想象吗？以前电子股哦，七成起跳，六成要跌破很难呐、啊。现在四成都跌破了，所以你看哦，大部分都是电子股要分不到 40% 的这个成交量，你觉得电子股会涨吗？不会涨啊。但是我现在立刻就教请教
各位一个问题，你们不是都是技术分析高手吗？请问量大的时候要买还是量小的时候要买？哎，这个是量小啊，老船长，你有没有学过技术分析啊？哦，小弟才疏学浅啊，起码电子股已经跌到四成以下了，请问是量小还是量非常小？哎，当然是量非常小，没看过，没有看过这么小的。对啊，刚才小亮哥的，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啊，这个时候是电子股的买点还是卖点？哎，老船长跟我们学的技术分析应该是买点不会错 哦。那我再就教一下哈，船产股啊，这个金融股现在量是大还是小？哦，当然嘛，量大哦。啊，量大是买点是吗？哎，不是呢，很容易就套牢哦。那就对了嘛。但是这个过程要不要忍耐？要。有的人忍不住就把它干掉，怎么样做肥料，然后去抢那个量很大的，有没有？哦，船厂跟金融嘛。那时间久了哈，你会发现哈，乱追乱抢的人哦，也许有赚到钱，但是还不如怎么样？那个底部哈，买定锁定以后爆一个波段。可是投顾老师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子收不到会员，你们知不知道？所以每天都怎么样拿涨的来骗嘛？那会员买了一堆的电子股，那是他家的事啊，不要管了。对不对，导播？股海茫茫，茫茫股海，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股海老船长。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 IR 团队，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王冠 AI 智慧系统，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固德投顾老船长是您股海中的一盏明灯。固德投顾咨询电话：0800-555-808，0800-555-808。您的理财专家固德投顾，我们拥有一流证券期货分析师阵容，多空双向操作，为您累积财富。金融市场诡谲多变，您需要更全瞻更专业的团队，带领您避开风险，再创财富巅峰。固德投顾洽询电话：0800-555-808，0800-555-808。当然啦，无可厚非，电子股里面有很多都是怎么样虚胖的，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叫做刚好而已，大家明白意思吧？我举例啊，别人不敢讲，我来讲。像这个南电，它的股价炒到300多，你看看它去年交什么成绩单，交多少？5.67一年。你这个股价炒到300几十块，你去年赚半个股本多一点点，这样对吗？当然不对嘛。等到第一季的财报有的已经陆续出来了，你就知道要不要修正。还有这一支啊，叫做星星啊，你凭什么100块以上？你交什么财报？你去年才1.5块啊，啊，你股价炒到100多啊。还有什么华邦电，我最喜欢举它了。你们不信邪嘛？没关系哈，去年赚不到5毛啊，哎，今年你交出来再说嘛。没有人敢估啊，你看谁敢估华邦电呢？没人敢啊。等到第一季财报出来，你们就晓得。那老船长啊，我们都不知道哦，要怎么做，对不对？那有已经知道的，然后怎么样莫名其妙乱修正的，有没有这一种？当然有嘛，啊，不然我坐在这边讲什么？讲给鬼听哦。好，老船长，你举例啊，举例就举例嘛，对不对？好，我先讲哈，如果你有被动元件，你是短线套牢的啊，你不要跟我讲你套在18年前的神经病哈，你是短线套牢的，好，那你四个字写在脸上，报警处理。哎，对，你就可以38点再跑到警察局，说老船长叫我来报警处理啊，
抱紧一点啦、啊、股票抱紧一点啦、啊、乱七八糟啊、哦、我举国巨，因为国巨它是被动元件的龙头啊，不代表我们会员是买国巨，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哦、那国巨会不会涨，我说它一定会涨、哦、啊，不然干嘛接下来要分析国巨有多么的会赚钱，你仔细听哈、哦、这一集你再错过我就没办法哈、哦、我们先看去年，去年国巨赚了 2.7 个股本啊、哦，有没有？这个成绩单已经说真的蛮漂亮的，但是你注意看哦，我一直跟你们说哦，去年的一月开始哦，这个营收三字头、二字头、四字头、四字七，哇，这边跳升上来，哇，对不对？到这边七字头，所以造就了他去年赚27.58元，非常好。但是你注意哦，今年第一季淡季就878，就直接跳到去年最高了，还超过。那怎么办呢？第一季是淡季，你看他去年第一季哦，324，这是干什么啊？我这现在是这样子哎，那你去年赚27.58，哇，那今年国巨呢？哎，第一季的财报已经出来了，不然我在这边讲天方夜谭了、啊。第一季的财报，国巨高达10.多元呐、啊，换句话说，他第一季已经赚了一个股本呐、啊，天哪！传产股有比他厉害的吗？对不对？那各位注意哦，第一季是淡季赚一个股本哦，啊，一年有几季？你不要问我，你去问你儿子跟女儿啊。所以国巨今年卡拉拉啊，脚拉拉，听得懂吗？赚超过4个股本啊，法人也这么估啊。那你想想看，以国巨这种亚洲可以说第二、第三的公司啊，全世界啊。台湾第一的公司啊，被动元件啊，他赚这么多钱啊，啊，他赚的比台积电还要多，非常多哦，不是多一咪咪哦。台积电今天股价还比他高哦，啊，你说台积电是护国神山？没有哦，现在是过街老鼠哦，人人喊打哦，对不对？那当然国巨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各位看一下哦，我跟大家讲哦，这支股票哦，你也不要去研究为什么它会这样跌。这个这样子跌就是天上掉下的礼物，但是你任何一个点去买就完蛋，你只有哪一个点买，这个点，这个点，老船长你果然是诈骗集团团长，你们把节目去看 YouTube， 这一天就这一天，这一天哦，往前数1、2、3，三天前你们去看全国的投顾节目 YouTube 看得到，只有我一位，唯一的一位说国巨的最佳买点到啦，前面我都没有讲过，从来没讲。那这一天没有这样子讲，每一个观众赔5亿8千万新台币，有第二个分析师这样说，我退出投顾业。反而有很多250分析师哦，在这一天骂国巨，说这国巨怎么样怎么样，圈圈叉叉。一个好的分析师应该是在这一天告诉你这是绝佳买点，好像是神的境界，对不对？好，那。然后呢，第一天、第二天大涨哦，大涨这一天注意哦，上个礼拜五哦，哇，大财经台大老师连线开始啊，吹捧国巨哦，我心想完了，完了，这些货色哦，在之前在这边骂国巨的，在这一天吹捧国巨，我就知道国巨还要洗，他洗的程度哦，就好像他是卖洗衣机的哦，就搞碎，对不对？洗到生不如死。但是要不要紧？不要紧，看清楚哈。这里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唾弃他，所有人都把股票卖出来了啊，洗干净了。老船长宣布绝佳买点以后，开始往上走。这个压盘你自己要把握住哦。老船你注意看哦，这是上涨有量，下跌量缩。好，明天有没有机会强弹？当然有机会啊。只要电子股重掌兵符，我说过被动元件一定一马当先。我勒下勒迷，因为电子股都涨过了，只剩下被动元件没涨啊。DRAM 啊 ，PCB 啦、啊，面板啦、啊，哦啊什么矽晶圆啦、啊，台盛科不是大家吹牛吹爆了吗？你的老师在节目上怎么讲矽晶圆的？啊，他今天还敢不敢讲？这段时间有多少人在骗呢、啊？在骗呢、啊，对不对？
那老船长台盛科好不好？给你看一下，去年赚三块多，注意哦，去年赚三块多啊，股价炒到200多，这种要求的事情我做不出来。你要叫我在节目上说他多好，我讲不出来。但是大部分的投顾老师，台湾的大部分的投顾老师在这边都吹嘘，说多好。包括有没有开个车啊，也倒霉啊。很多人开车开得好好的，听那个广播节目，哇，里面讲的天花乱坠啊。上个月把这只股票讲到天上去了，它叫经济，有一个老师说它多好，这只股票好不好？不错，去年赚 4.6 哦。但是呢，在这边把它说到天花乱坠，好就死了，就不讲了。这就是开车不要乱听广播，我已经警告过你们很多次了，因为主管机关比较没有在管那一块。他们可以尽情的骗，胡说八道，一个比一个夸张啊。那喜欢听的，然后去因为这样参加的，自食恶果，活该啊！我觉得人就是你自己心要正，你都习惯开大门走正路，人家怎么骗你？对不对？你自己一次心术不正嘛？哦，这个永远大赚，天天大赚，参加。哎，老船长哦，看衰小朋友这个那个，不要参加。嗯，看衰小朋友我的股票，对。我是在帮你救你啊，爱不爱听随便啊，你喜欢听假话吗？那就去嘛，对不对？那被动元件呢，国巨今年要涨这么多，你注意哦，它今年的 EPS 可以暴涨到四个股本以上，四十几块。那它的本益比如果抓20倍的话，它当然有资格，它亚洲排名前面台湾第一的话，它怎么没有资格？那你不要跟我讲什么5G 建设、电动车，那个都不要讲，那个就是因为这些，所以他赚爆了，一季要赚超过一个股本，你听得懂吗？叫股价被人家当垃圾在丢，那没有关系嘛，后面自然就像龟兔赛跑，看这边哦，自然谁可以是赢家嘛，对不对？等到被动元件，你看上个礼拜五一涨，大家出来骗哦，那今天有没有人看好国巨？全国只剩下一个人，就是我股海老船长，我不是乱看的。他这么赚钱，你说他股价要不要大涨？要不要暴涨？当然要嘛。那你今天把国巨当垃圾在卖的啊，就表示你是市场上永远的输家嘛。你根本搞不清楚嘛，你也不管基本面、压本面嘛、科学面嘛、牛肉面嘛，对不对？反正呢，投顾老师有喊的就追进去就对了。那最后倒霉的是你啊，这样大家明白意思吗？那电子股有很多我都不看好。哦，我不要说我这个也看好，那个看好，包山包海，有涨的就是我的。你看很多老师都讲，我是不是之前有讲过？我是不是之前有建议过？我是不是之前有跟你谈过？你只要听到这种可恶的话术啊，这些字眼啊，你就把它定义垃圾两个字。他有带会员买吗？没有，都是用这招骗。你看，你每天看投顾节目就是这三句话，有没有讲过？有没有建议过？有没有提过？都是这样子的啦。你只要看一个投顾老师一直把这三句话挂在嘴巴里面，假货啦。他永远不敢讲他的会员有没有买什么股票，是不是在底部买。我们被动元件呢，我们现在是小套的，我都敢讲。我们会员只有一档股票，就是被动元件。你的老师敢这样子说吗？每天骗呢，举头三尺有神明呢。等到被动元件大涨的时候，只有我的会员赚到怎么样？翻过来。一样的道理，我们在做面板的时候，我们的会员赚到翻过来。你们后来去追的，通通都完蛋。现在我告诉你，五月涨被动元件，五月还没有过完呢。对不对？请问五月过完了没有？没有啊，做最后的压盘洗盘，你自己没有把握住就不要怪。你喜欢追来追去的龟兔赛跑，最后谁赢你知道了、哦、不用我多讲、哦、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怎么样，脚踏实地、啊、投资这件事情是长远的，它是辛苦的，对不对？你手上有被动元件的观众朋友、啊、你抱起来很虚心啊，或是你不敢买很多的，到时候哇真的大涨大赚的时候，你又只买两三张、哦、电话在旁边，你来找股海老船长。只要你有被动元件，哪一支都好，你来找老船长，老船长带你做。就像面板，我们会员赚到翻了，很多人面板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输死哦。我不希望你们是这个样子哦。唯一没有涨到的股票，电子股就是被动元件，而且它是超级绩优。把我的话听进去，五月你就可以翻身。电话在旁边，有被动元件的打，没有被动元件的，麻烦你不要打电话进来，现在开始拨打。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